来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只要是七个人就好。能给我们表演什么？虚空旅游，好帅！这里后面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澎湃的感觉。就咱们一起拼个旅游团，有没有说一下大哥愿不愿意把手放进去？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可以告诉大家咱们微信群名叫什么吗？叫小喇叭。群聊里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？吃什么？今天要吃什么？不是出去吃饭吗？最近常见的其实也跟舞台有关系。对，最近有什么就聊什么。对，又能看到什么，我们就在聊什么。反正我今天早上起床第一句话，我说怎么有点紧张，然后我拍了拍耀文，叫了一声，叫了一声乖乖，乖，叫了一声耀文，对，不太好。谁最爱往群里发送表情包？大家彼此发。丁哥上次发的表情包笑死我了，发算玄还有一号箱的，他们俩发单独的表情包。但是一个是他学校的那个螳螂吗？对，别搞笑那个螳螂了。一号箱的是啥来着？哥哥是啥呀？我咋没印象？我有点忘了。什么军官？我给你买螳螂服。能给我们表演什么？虚空旅游，我想带我求求了。好帅，这边。谁是制作表情包的大户呢？制作表情包，我们都不制作表情包，我们只负责流传它。对，流传表情包的搬运工。我们的表情包都是我们工作人员。对，我们搬运工。就是好运会收到，哪有专职员收到？那个苏来轩收到，你教教我。是那个是都是同学，那个都是同学做的，每个班都有。对，都。目前还有什么事情是非常希望和兄弟们一起去完成，但还没有找到机会完成的？出国旅行，旅行，我也想。什么？旅行，出国旅游。对，大家都一样吗？对，都一样。之前是开万人演唱会，今天吗？三年之期。想去什么地方旅游呢？只要是七个人就好。哇，去南极。可以吧？去南京太贵了。跟团走，跟团走应该不贵。就咱们一起拼个旅游团，就去一次五六十万吗？去很慢，他不是，等一下，这跟贵不贵没问题，你们考虑那是个南极，船就要五六十万。没有，在南京那种景观吗？跟团不贵，跟团走。我们很多人在考虑这个贵不贵，不是去过，似乎已经偏题了。我一定要去游泳。收，你游过去会被抓的吧？比如去南极拍团综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去南极拍团综，那我觉得有没有说一下大哥愿不愿意把手放进来？得考虑一下，需要大哥的意见可以吗？你们班也没有人去那拍过团综吧？对吧？下去直接变冰块，这还挺好笑的哈。我想去，可以啊，你去种椰树，我种椰树。我要去南极炒酸菜。花式安利一下你右手边的成员这一次的演唱会节目，来，好不好？对，行啊，我安利马哥的盛夏光年，是因为他的舞台很炸。好，跳舞吧，他好认真啊，我天，整不会了。那我也是为了认真点，就是值得安利一下丁哥的这个《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》这首歌，他确实认真准备了很久，然后他很紧张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唱得很好。我看出了丁哥陪我们度过漫长岁月的决心。哇！我安利翔哥的 H， 真的很重，真的很重，是，很重很炸，很重，衣服重，项链重。我安利一下耀文的那个耀眼的衣。就是非常的耀眼，就是闪得我睁不开眼睛，就是感觉整个人在发光。对，真的吗？真的发光。我在台下看的时候，我睁不开眼睛，是吧？哇，天哪，一道刺眼的光，啥？那我安利江哥的 solo， 我觉得他站上那个升降的时候，那所有的聚光灯打在身上那一刻，感觉特别的仙，而且配上他的歌声，我觉得让人听了之后非常的想哭，我都听得想哭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唱的时候，我们最后在现场抹眼泪，对，真的。真的，那我夸赫尔了。就是从第一次见到赫尔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艳。我感觉那一刻我好像融入了他的舞台，就感觉自己就是虽然作为观众，但是也像在台上跟他一起蹦跶一样，那种氛围感已经感染到了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。就是这赫尔的能量吧，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澎湃的感觉。所以说我很喜欢赫尔这个《我的未来是》，然后作为一个《爱情公寓》的粉丝，也感受到这种能量，非常喜欢他的歌，就是他的呈现。
我觉得非常的棒，然后也希望赫尔今天能够完美的把它呈现出来。张哥，张哥，然后回去给赫尔录一首歌曲。别了，你一会儿你拿着麦跟我一起唱吧。我真想看，我只想看。雅轩的这个从今以后，今天轩哥会弹吉他，好帅，这首歌非常 R&B， 轩哥今天会把场子给炸掉，就敬请期待轩哥的表演吧。今天是轩哥，今天是轩哥。接下来是一个互动环节，请大家集体入镜完成指定动作的拍摄。请锦衣，演绎来到演唱会看到十团的爆米花。哥哥真帅。情景二，还原大家自拍的姿势。我想还原张哥的，张哥是这样，张哥要一直眨眼，张哥要一直眨眼。张哥是右手的，是张不是张哥是这样的，哦，张哥是右手。而且张哥还喜欢，张哥喜欢拉皮，张哥要皱皱眉，皱眉，张哥一定要皱眉，一定要两个眉往中间。张哥喜欢横屏。什么？被大家发现啊？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你张哥你来。真的对啊，情景三，飞总说下次团体旅游他全包。哦，要不你全包吧，我们试一下。说你全包，那我们就表情就是说，我们全包了。好，下一个团综，我们是当真了，我们当真了。情景四，演唱会结尾舞台上的 pose。是什么感觉？我们现场真的，现场真的。你说这个场景吗？哎，不是，我觉得他是你知道那个理想啊，不是躺着的，理想之徒那个，是理想之徒那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不是这个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多了多了，好像是说多了，两个版本，第一个告诉你，第一个就站那，拜拜，然后拜拜。拜拜。